这属于是科技的蜡烛，一般是彩绘的，我们是真光电镀。差不多说好吃的话呢，在这它的几样配起来也炒起来也刚好，这味道呢可以复古。这个创意非常好啊，又好看又可以吹。我们太阳风很灵啊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每礼拜六暗时10点，咱来用心看台湾。